Hi, everyone. It'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my presentation here, and many thanks to the conference committee. Many thanks to Professor Chen Jinghua. My topic is Tiantai Serenity-Contemplation and the language Samadhi, a narrative of inducing Buddhist wisdom with literature and art among monastic poets in eastern China in mid-late Tang Dynasty. First, I want to introduce the abstract. Inducing Buddhist wisdom with literature and art was a popular narrative among monastic poets in China's east coastal area in mid-lat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traces its origin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ntai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the concept of the language Samadhi. The paper first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the language Samadhi in the Mahayana scriptures, including how early consciousness-only texts supports Tiantai's perception of language. Nex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argument of language being identical to suchness in Tiantai doctrines and meditation practices. Further,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several monastic poets, including Hui Cheng and Zhao Ran, the paper highlights the complex na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language, demonstrates the distinctive personal and flexible nature of Buddhist practice, and show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tation practice and literature engagement by Tiantai Buddhists during their different stages of practice and based on their different personal choice. In addition, Chan and Tiantai are seen as two Chinese Buddhist schools with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guage Samadhi. By contrasting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literatur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how the Chan school sees the language Samadhi. And now, I will present my topic with Chinese.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my paper. The first part, 第一部分是语言三昧考试，那么我对语言三昧这个词在大圣经典中的出现以及它的意义，做了一番的推考。那我推考语言三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讨论般若到底是有没有言说的。语言三昧呢是大圣菩萨所得智的一种。 我从大智度论中，然后找到语言三昧的一个表达，然后从中可以看到语言三昧是包含所愿、得愿两个步骤。那么在大般若经以及大智论，在大智度论中呢，般若本来就是没有言说的，但是般若虽然没有言说，无言无说。 非言却无以传，物无以自通，故立名以通物。所谓言与名，皆只是方便而已。那么到了中土的经典《赵论》当中，就开始强调诸菩萨通达语言三昧，并且把语言三昧作为善巧方便的意义，引入了玄学术语，表达心与名的相互依存。 那么再到如来藏思想的初期呢，般若无言说的思想就开始发生变化了。《法华经》《化严经》阶段，语言就已经不再仅仅是善巧方便，而是与空性无二无别，具有法界法门的意义。比如《化严经》中
就明确的以语言文字一种为总持法门，称为语言陀罗尼，称语言陀罗尼为妙音陀罗尼等等。再从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到中土所产生的照论等等的发展当中呢，我还联系了唯识古学相关经典中，对般若到底是有没有言说，如何看待言说的这种支持，在照论当中的观点呢，基本上是可以由唯识古学摄论士所支持的。那么在如来藏初期的语言观点，基本上是可以由唯识古学的中边分别论所支持的。然后呢，我讨论了天台止观与语言三昧的关系我分别从摩诃止观中的文字与空性以及语言三昧与法华三昧的关系，还有天台宗的修行个案，以慧成与皎然为例，从这三个方面对天台宗、天台止观与语言三昧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首先在摩诃止观当中，文字与空性是无二无别的，因为天台止观是认为境与实相是无二无别的，境界所有的境界都具有根本真实性，而天台与语言的关系正是根源于天台止观境界论的。那么语言文字作为境界之体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与天台对境界的态度也是相应的。那我列举了摩诃止观当中关于如何理解文字与空性的这种讨论而且还可以看到，就在摩诃止观去讨论文字与空性的时候，他就跟照论、大智度论等等在其中讨论的时候所应用的那种所应用的方法、所应用的名相是不一样的。摩诃止观在讨论的时候，他就不再像法华经中仅仅简洁表达为无数方便种种因缘为众生说，也不像华严经中那样直接以语言文字为总持法门，而是承继照论、大智度论，继续补充发展言与法的关系，增强读者对法在说与不说间的把握，从而明了解脱所不同的是呢，就是在照论、大智度论当中非常明显的运用有、无、虚、实、名等玄学的术语，而摩诃止观更倾向于运用佛教经典来解释，而且还运用很多的比喻。那么从玄学名相的借助变为运用自身思想资源，这也潜在地体现中土思想潮流从玄学到佛学的变化，以及中土文化环境对佛典的渐渐熟悉，论者对使用佛典自身资源的一种自信。另外，天台止观中所提倡的法华三昧，它与语言三昧之间有一种极为亲近的关系，这一点也影响到天台对文字的态度。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天台宗的理论建设当中，法华三昧是其修行指挥，而且语言三昧是法华三昧的译名那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二者之间的亲近，因为几乎是一体的关系，语言三昧是法华三昧的译名嘛。然后我讨论了慧成与皎然这样两位修行者，在释慧成他的修行经历当中，他是先读诵了很多经典，读诵了法华、维摩、圣天王等大圣经然后呢又学习了十年成实论到后来他见到智已的时候，又恰逢慧思禅师在旷化山，他非常仰慕慧思，非常想学习定业。那在这个时候，他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就发生了第一次的转变。这次转变之后，慧成将全副的精力用来做禅因为当时慧思门下有数十人都是做禅非常
优秀的僧人。那么为了不致落后呢，慧成就通宵达旦的坐禅。又过了15年之后，在他坐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对语言的使用，对语言的态度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在这个时候，他又忽然获得了语言三昧，而且是动静自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皎然与慧成的经历稍有相仿，因为皎然在和李弘见面的时候，李弘是当时新上任的湖州太守。那么皎然知道李弘精于佛理，便向他请意，先问宗源自己心意。皎然呢就陈述了自己的素习之志，也就是他的禅者之意，以及本以师道明志明佛志，却又觉得师道与佛性相扰的感受。而李弘一定要让门人检出皎然之前所写的诗事草本，然后一览之下呢，就认为皎然的诗写得非常好，认为皎然不应该以素质为词，就是说认为皎然不应该学习小乘的偏见，应该继续诗歌写作。那么与李弘的相识就是皎然文学生涯的第二次转折了，他就放弃了之前的态度，重拾诗文，而且创作颇丰。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修行与语言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具有阶段性和选择性的复杂关系，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修行状态的变化，修行者在一生当中的不同阶段与语言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在第三个部分呢，我讨论了禅宗与语言上面的关系，为了方便与天台对语言的态度做对比合观，然后我大量的列举了一些禅宗的这种当时的语录，然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禅师们而言，语言三昧一直处在讨论当中，而且禅师对之的概念和态度很不相同，并无定见。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语言三昧也是对禅宗而言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看待并处理语言三昧，是禅宗涉及悟道的重要话题。破斥者有之，以之为客观现象者有之，认为其可与棒喝并存者有之，认为其为入道之机但不足以争道者有之，认为其与道双离双济者有之，认为离开语言无法入道者亦有之。那么最后我的结论是，般若本来是没有言说的，大般若经中强调言说为世俗地是不真实的，其作用只是为了明了圣义地，从根本上需要远离，为了假名施设言说而假名不可得，重在不可得。在中土般若类论点照论当中呢，运用玄学资源着重强调言说作为善巧方便的意义，相比大般若经强调点已经发生了变化。到了摩诃止观当中，就综合运用圣天王般若大般涅盘经为摩诘所说经等佛典资源，通过讨论法究竟是否可说，以及如何对待说与不说，将语言视为与空性无二无别，相比照论大智度论又做了发展。那么天台与语言三昧的关系，以摩诃止观的语言观为基础，以语言文字为不二法门，且由于天台以法华三昧为最高体证，同时以语言三昧为法华三昧之一名，直接促成了天台与语言三昧的亲近。在修行实践方面，由于修行和语言的关系属于非常个人化的经验，个体意识体验也会有微细差别，修行与语言之间呈现的是一种具有阶段性和选择性的复杂关系。不过天台一宗始终在朝向以语言为方便的方向进行，这与禅宗的多元看法很不相同。从大般若经大智度论到照论到摩诃止观，再到天台与禅宗的道分而行，以及禅宗语言观的多元，显示了佛教论点对中土言义之变的延续发展与丰富。